在台湾时间3月17日19:20，北纬5度47分，东经53度50分，北纬5度47分，东经53度50分，也就是在索马里亚东南方大约300海里的所在，有一只商船遭受到海贼的攻击，请附近的船只要注意采取防范海贼的措施。过另外一站是伫个台湾时间3月19日10:55，伫个北纬5度39分，5度39分，东经53度20分，东经53度20分，也就是伫索马里亚东南方大约270海里的所在，有一只商船遭受海贼的攻击。海贼的集团依然伫这个所在活动，向附近的船只提高警觉。